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些书太过于理论化了，好像非常远。然后我另外看到有一些朋友，他们可能会试图从非常技术面的角度去解释这些书籍。有没有一个可能，就是我们既不要这么样远离摄影，然后只去谈那样抽象的理论背景，但是同时呢，我们又可以结合我们的摄影工作，然后又能够具体的去回应这些思想家他们所面对的问题。